拿来。爸，等一下，他们有人在问腊排骨30一斤你卖不卖？30一斤，新鲜排骨都买不到，还买腊排骨？你们要知道，1斤6两的新鲜排骨才能续1斤腊排骨。30一斤的腊排骨，我是不敢吃。如果你们想买，我也不拦你们。吃饭了。See you.